Thank you.
不是播片吗？没有播客啊。我们在直播嘛，要一切要那个迅速。那个安安大明星，大家安安，欢迎大明星，掌声热烈陈雨希耶！大家安安。嗨。哎，那你们要热情，安安，你好。你好。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比较沉静的氛围。这边太。我个人觉得是你个人魅力已经像魔法一般的施展开来了。当您在的地方，其实世界很难是过度活泼的。但是在一种这样子状似实话的世界里面，其实有隐隐的在流窜着一股可爱的氛围，然后期待的有一个人用钥匙把它打开之后。 就大爆发！我觉得静安哥会是我人生中害我的其中一个人。我觉得，因为我在网络上看过一句话，什么话？如果你想要把一个人弄垮，你就是一直捧他就好。我觉得自从你的人生遇到了我以后，我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我一直在捧。不行，我们要。可是我的意思是你就一直走在一个越来越好的状态，就是不捧你对不起自己，也不用捧。我没有捧，我就是如实的说出我心里的想法。 陈雨希不断的点头，最喜欢老实的人。当然，陈雨希不断点头的告诉我说：“江哥，你好像误会了。”对啊，好像误会的有点深，但没有关系。错，是因为你没有跟江哥一样认识我那么久。我觉得你们两个拍完戏之后感情没有比较好。我们感情有好过吗？哎，我们今天在那个很多个平台直播，我们要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直播平台有那个三立新闻网、YTV、阿 Vido， 还有在那个我的未来男友，脸书粉丝专页，因为你们的那个粉丝专页开了，然后可是就是大家好像不太知道这个讯息。那我们今天办了第二次的那个卡司见面会嘛，然后也直播，所以今天我们延续下来，希望我的未来男友就是在我们这个全新推出的那个第一部的微剧，可以威力无比强大。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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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以说一下播出的时间吗？6月15号。 Vido独家15号，6月15号。15。所以你帮我们创造一个手势吗？6月15。想手没有跟到嘴巴的那个。那你教我们来。6月15号。就大家帮你做这样。你可能没有办法。镜头只要配开一个人就好了。以后所有粉丝就必须在网络上拍出这个影片来回应你。6月15。你可以再一次，现在才带到你两个人。6月15。你有觉得很好 Q 吗？ 还可以，还可以。你为何不想配合他？不是，你可以从在拍戏的过程就可以感受到我配合度非常高。我跟你讲，傻傻。我必须要先跟那个在旁边的所有人说，因为我刚刚看到娱乐记者他眼神呈现出一个焦躁，他想说怎么节目一开始就这样子，没有很欢乐，今天要怎么办才好？你知道那个女孩心里头就会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疯狂的状态。 不要担心，张轩的节目都是这样。然后你回头再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真好看。原来安静才是人生当中最大的喧嚣。啊，所以我们原本是要很嗨哦，不用到很嗨，但是我可以知道陈雨希一直不知所措。我还在适应吧。对，我们先来让雨希聊一下那个《我的未来男友》好了啦。好啊。对对，因为那个这部戏对你来说应该算是一个蛮新的尝试。 对，你跟一个不太平常、不太说话的男生搭档演出，还要演出情侣这样的组合，你可以先说一下拍戏过程当中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们拍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导演都给我们蛮大的空间，所以我觉得很大的收获是，就是大家一起在讨论这个角色，因为其实我们。 那你没事可以滑一下手机，看有没有人在叫你，然后我先跟他聊一下。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一起讨论的空间很大，包含跟张轩瑞也是，就我们可能同一场，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就是我们可以针对我们，比如说我们做功课或是对这角色的认知，我们可以进行修改，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蛮好玩的地方，听起来是一种共同创作的概念，对不对？就是你用表演去参与了这部戏里面你对角色诠释跟定义过程里面的自己的一些心情想法，可以这样演起来应该更有一些自己可以发挥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导演给我们发挥的空间很大。嗯，那你比较习惯在哪个部分有自己的发挥？比方说亲热戏。
我比方说切热器他都会笑场啊。为什么？你有没有讲错？你是不是会笑场？到时候看花絮吧，不然你就问导演吧，谁笑场比较多次。你现在显然有一点遭到误解的时候一个男性的辩解。不是，不是这样子，是我被误会。你有一种遭到误会的，对，我必须要解释。好，那你需要多少时间解释？敬业的人是不能这样笑。好，那你解释一下，我喝个水。解释什么？解释说你笑场跟他笑场。我拍吻戏没有在笑场，你是不是在讲自己啊？我有笑场，但是我也没有到都我吧。所以这就不应该说是我一直笑场。我没有说你一直笑场，我说你有笑场。来，我们旁边讲。不要，你在这里讲就好。你们去旁边这个地方就没有人了。这样我就一个人很难。而且你有发现你们在吵架时，我没有要介入你们的意思，因为你们算是一个甜蜜的拌嘴。我们从开机吵到现在啊。对啊，杀青了还在还是这样的状态。一直到首映之后，然后一直到这部戏播毕，你们应该都不断呈现出一种状似和睦，但暗潮汹涌。是一种这样的人际的相处。没有没有，我们还是相当的和睦的。嗯、相当和睦。对。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里面发现，默契培养对很多演员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在个性上，就故意要拿出针锋相对的两个年轻人，他们很难用和颜悦色的方式给对方一点空间。不是，我是觉得每个人相处的方式都不同。我们两个是需要这样子的方式才会，对，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就是有些人就是互呛，没有办法，但我们透过互相呛对方的过程里面，对，我们可以互相呛。你们是一种嘻哈式的沟通跟对，就像他可能有些觉得我怎样不适合你做的事情，我会跟他讲，他也会跟我讲，所以你会用一些饶舌的方式去跟他沟通吗？是不会的。那通常会一种什么比较怎么样的状态？其实不会，我都很震惊。震惊，我是个正经人。才不会用震惊，震惊这两个字不会出现在他的生命当中。我是个严肃的。我觉得我们一直在那个没有办法进入我的未来男友，一直比较故事主轴的状态。对啊，这个对，我们是不是应该进入？金安哥刚才是问你说，你谈一下未来男友这部戏，而不是说我这个人怎么样。我没有要谈你这个人，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又被金安哥绕回来这里。金安哥。我没有把他聊到这里，而是你们两个一直谈，然后我们就自己在这里。我们有什么恩怨，我们私下解决。我们不用讲，我们从这个时间开始的大概45分钟之内，没有私下这个空间，就是我们在一个状态里面，要不断的让别人理解你们合与不合到底是为什么。但是我们要先看一段影片，好，就从我们要从两人初相识的那一刻。初相识是不是？我是说在公开画面上初相识。好，就是。第一次的记者会遇见，就是当张轩瑞遇见了陈宇熙，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一个月吧。啊，导播，你影片有准备好了吗？导播就在我们转头就看得到的地方。对，所以就是要这样，你要说请看这样子。请开始我就比，不是你要先比，然后导播才会切。这是哪？很老套哎。等一下你们两个要说请看，导播在等你们做手势。来哦。一二三，请看。哎，好快哦，真的。我知道，来，我来，好，你来这里。这样应该受不了。你不要害羞啦，你这样。我们要重回那个你们两个初相识的那一刻。好。好。你好，我是张轩瑞。你好，我是陈宇熙。就我是一个慢热的人，所以可能之后比较不会讲话，你不要觉得我是很拽。对，我只是慢热，比较不会说。哦，没关系，我也是。就走了。后来见到他的时候，我就整个人是很放松，而且不会有什么距离感，然后就可以就好像认识很久。嗯，当然他经常可爱，这样翘一下脚。啊，你要转过来啊？好 ，OK， 好。勾脚。啊，但是你要开心一点啊。哎，对，女朋友搭肩呢。那拍戏这段时间应该蛮开心的吧？两个真的是也没有听他说什么打打闹闹啦，但看起来真是有一种特别的那种默契。对，因为他也蛮认真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拍戏前，因为我们会先排走位排戏，然后就很认真在跟我讨论说，我觉得这边可以怎么样。张哥深情一点，深情一点，好。好。
看着你们对镜头，有照镜子的感觉吗？不能生气。虽然身高不太一样啊，但其实还是有点萌萌可爱的夫妻脸。好 ，OK 吗？土哥还有耐心再拍下去吗？哦，好。当我们成为一个观众，看自己当天讲那么多的场面话，现在此刻想起来会有一点什么需要检讨的地方吗？陈医师小姐，您有什么要回应的呢？就觉得哇，那时候真的还蛮好笑的。就现在，其实没有隔很久哎，但不知道怎么觉得一个月多，对，有一个月了啦，很久了啦，蛮久了。然后觉得哎，蛮不错的、啊。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对啦，哦、真的吗？嗯，年轻人比较容易成为朋友啦，某些状态里面也没有什么心机嘛，然后大家就是为了要去工作，然后此刻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这部很好，就是真的虽然拍摄期间没有很长，但我觉得真的私底下大家真的都蛮好的。没错，而且我一直对陈雨希的感觉很好，他一直让我觉得就是他随时都让人觉得很新鲜。他没有一些那种油条的那个东西，谢谢这样哥，真的真的，我们上次见面也很久以前了，可是我都觉得他没有什么变，哎，这是好事吗？好事好事，我是说那个质啊，我说人的质感，那说演技啊各方面，大家戏上了，我们才会有特别有感觉嘛。但当等一下我们也有一些片段可以看到你们这演戏这件事，哎，你看你们常被拍对不对？第一次看到自己被。拍的东西剪出来，而且那是一个记者会，你从来没有看过自己的记者会，对啊，真的没有哎，没有看过，没有。你会看、喔？你回头看、喔？我会看啊，我认真。就是当下，我会当下看。我看自己多蠢，真的吗？那你有看？就是当下看直播、啊，但不会这时候再看，就觉得那个感觉不一样。没有，是有时候在那个可能一个像记者会结束，对，我可能就会去觉得，刚才是不是有点太松了？哦、对，有时候会耶。对，没有就可能就有时候太开心，我觉得开始有点失控，或是很熟悉的状态下。对啊，对啊。那天呢，这样觉得到底是谁比较容易在相对视的时候笑场？刚才看就知道是乐乐先笑的啊。好啊，对啊，因为有图有真相，因为他笑乐乐啊，他随时都要让人家觉得快乐，所以对吗？他必须让你感受到、啊。我也不是个悲情的人、啊。对，你是。好啦，你最棒了。我喜欢你的辩解，你总是会有一些很特殊的字眼为自己辩解。那是。对对对，那我们可以先考验一下两位的小小的默契吗？好。我们桌上有一二三，三罐有颜色的饮料，跟一罐水，还有两杯水。好，一共有六样东西。对对，然后你等一下你们都先看一下，我说三二一，然后你们就选你要的那个。然后你们要选的那一瓶，要认为那个就是对方要的那一瓶，就是要跟他抢同一瓶。我们看你们有没有默契。所以要选，你觉得对方会选的、哦？我觉得上面的选择，我已经知道他会选什么。就不要这样自以为。但我们不可能选同一罐，我觉得。所以没有啊。好，那我们就先选。那我们他一定知道我要什么。对，我已经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剩三罐，这样他就会不知道我们要什么。哦，就是水都可以不要的。对，哦，因为你要喝水，是不是？我通常都会喝水。是啊，我原本不是要选水。是不是你刚刚为什么不要让我把游戏玩？这就是我说的。没有，等下再解释。哦好，答案出来我再解释。哦，那我知道你，那他还是会知道我会选什么了。我觉得。哦，真的吗？你绝对不知道我要选什么。我知道你会选什么。那我们先玩一下，就是。那我他选我的，我选他的。不用，我们就两个都玩一次嘛。好。就先好先看看张轩瑞了不了解陈雨希。好。这样就好，就是三罐。先我来。三罐有颜色饮料，然后我们先。我不能故意选。你要先选那个陈雨希要喝的，然后我说三二一，你们两个要一起说那一罐。好。那一罐。你不要我选到，然后你故意说不是。不会。我们就用简单的，就是这绿的、这黄的、这紫的，这样就好了吧？好。就是黄的、紫的、绿的，就这样。好。好。所以第一罐是陈雨希要喝什么？然后要看，等一下呢，我说三二一，然后你们两个在一起说，我要看你了不了解他，好不好 ？OK。好，陈雨希要喝什么？三二一，柠檬汁。对。喂，你哎，可是你第一次说水，它不是啊？那你先解释一下。没有，我忘记有水的存在。哦，你忘记有水的存在？因为他在现场，他只喝水加柠檬。哦。我没看过喝别的。还要喝咖啡，好不好？咖啡那个上面没有，哎，他有蛮注意一些小事的啊。对，这是贴心男孩。我很喜欢观察一些东西。哦，真的。那我也知道他会喝什么啊。所以这就是一种，就是真心交朋友嘛，就至少不要去让对方做他不喜欢做的事，对不对？就是如果有他喜欢的，尽可能就让他可以
这样子。对对，这是一种贴心的互动。是，所以接下来，我觉得他不知道你要喝什么。我也觉得。我也觉得，等一下你选，我再告诉你为什么我会这么觉得。OK， 但如果他选对了，我们也只好说他真的很了解。不可能选对。你说这三罐吗？你不要跟我讲说我都不要哦。我不会说我都不要。不过我们就一定要选一瓶。好， okay, okay, 好，可以。所以陈雨欣，你已经被他看透你的喜好。哎、欸，我这很好看透哎、欸。其实应该说现场人都看得出来。对啊。啊现场人都看得出来。有眼睛的就带着那一罐啊。对啊。哦，他每天都带那一罐，可是你知道刚好现场没有葡萄啊。所以我就会不知道他要什么了啊、哦，真的，因为他没有带柠檬水啊。好，先选了，好，先选了。那现在我们要选，看那个陈雨希懂不懂张轩瑞到底要喝什么？好，三二一，黄的、啊。你没说话，你太奸诈了啊！我要讲啊，对啊，你要讲啊。对啊，我是要选黄的。你还在那边？没有，你讲的好像你不会选黄的一样。没有，其实我现在回答说，其实我都还蛮想喝的。哦，都给你啊，都给你。好，你一定要择一。我比较常喝这个啦。嗯，哦，真的真的。对啊。你为什么会喜欢观察别人的小细节？然后你为什么会知道？没有，其实这是不是刻意的？啊，真的吗？就不只是看他，我看其他人。对啊，对啊。然后看其他人，像导演不喜欢喝甜的。嗯。因为都一起拍戏，就会大概常看到他，比如说他很常喝什么，或者很常吃什么，就會大概知道这个人的喜好。那这三种饮料哪一个比较有未来感？就是这个颜色啦。比较适合未来男友要喝的，他不是穿越吗？穿越到那个年代之后，就是你觉得这一罐，哎、欸，你们穿越到几年？二零多少啊？2017啊？2012。二零是回去2012？是回去。哦，对啊，2012。哦，然后你就要再回来这个时候，哦，所以没有到以后就对了。就到以前。是去以前。是去以前找是哦，去以前追踪一个真相。对。然后一个真相，穿越时空的旅行之后，不知道是愉快还是悲伤的，就回到了人生人。OK， 还要讲错话，你说你自以为好像很有那个可以讲诗一样。没有，跟你说，跟你说，没事，不要让你说，拜托。没有，人生总是有很多的重重关卡。啊好，嗯对，啊讲完了。下次就还是不要 Q 他。没有，我是觉得这个不能在后面补，要在当下就补。在当下，在当下，对对对，我觉得我们今天一直处于在一种就是比较稍微。不是很欢乐，但其实有点愉快的状态里面。然后现场就是大家都一直在期待我们今天有什么特别的互动。我们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哎，干嘛看到？我干嘛看到？要看这里。我们今天有特别的互动来了。刚刚看过那段影片的时候，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认真看。然后我们有设定两个题目，然后哎，你们桌上有照片，拿给他们看一下。我们要送那个签名的拍立得，而且我们今天很特别哦，要让你们自己现场就送。好。然后现场就选一个人，然后我们有帮你设定的问题，两位呢自己看一下。好。然后先让那个，哎呀，还有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的题目是。你的题目是。这个吗？请问我在影片。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在影片中有没有戴耳环？好，现在开始作答。我在影片中有没有戴耳环？陈雨希刚刚的那个影片里面有没有戴耳环？刚刚都在播了哦，对对对，影片中陈雨希有没有戴？我们有标准答案了，对对对。然后雨希，你等一下就要从你桌上那一台是那个新闻网的那个留言里面选一个，选一个人，对对。你待会一边看一边选，然后张轩瑞你的问题，你可以自己设定啦。刚才的影片当中，建安哥的领带是什么款式、颜色？我觉得啊，我大概只出现两秒，这题就是这个蛮难的，其实它的蛮难，这个真的很难。对啊，嗯，就是它有两个颜色呈现格子的状态，哼，然后那两个颜色就还蛮基本色的，就好像基本色，对，基本色，对对对。要一直拿的是不是？啊，不用一直拿，不用一直拿，又掉。好，对对对，然后等一下那个轩瑞就从这里面去选一个。真的是两秒，这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所以而且你刚才出来的时候，就是你就是背对，真的就是观众很难选，而且有只有一小部分，就是你知道，大家刚好在那个，所以你知道答案的吗？答案在那个纸上面有，有看到，我知道。然后你们就想要选人的时候，就直接选了。就陈雨希，你开心了，哇，这留言那个，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也可以顺便，如果有人叫你叫他什么，就叫他一下。对，哎，有人也有选，就是也有猜到是黄蛇。黄色哦，真的吗？黄色，黄色是抽到黄色的饮料吗？什么颜色呢？黄色呢？黄色是黄色的。你喜欢喝黄色的这一罐饮料？我喜欢喝黄色的。对啊，他刚刚张纸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事情。你们在那个未来男友里面，未来男友大家都用一些什么样的语言在跟大家对方互动呢？台语吧，台湾国语吧。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我遇到你们来的时候会有一点就是不知所措。真的吗？嗯。为什么？因为一个文青在搭上一个萌青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办。你说文青配萌青？你是萌青。你好，你好意思。你好意思。哎，我这边都没有人回我。我们就直接跟他们说答案，拜托他们写。哎，其实这边大家都回答出答案了耶。有啊，你看。有回答出正确，有不正确的啦，也有正确、哦。真的，你是说包括那个张轩问的问题吗？对，包括张轩问的。有，我看到第一个回答。他回答什么？要讲出来是不是？就没关系，因为有人讲蓝色，有人讲黑白色，有人讲黑色，哎、哦，有人讲蓝白。张轩瑞要在 Vido 上面选，所以现在要让张轩瑞选的圈到 Vido 的脸书粉丝专页去留言，所以我现在在这边选嘛嘞。陈雨希的，请持续在三立新闻网的网页上留言就好了。这样，哎，我们刚刚有没有提示很清楚啊？那我们继续打，继续打。你那边如果可以选，你也可以让大家、那個。已经选好了。你已经选好了吗？对。哦，真的吗？对。好，那你要让他知道哦，他们要把礼物送给当事人，你就直接唱他的名。一个吗？一个而已。好，徐玉婷。徐玉婷。徐玉婷还在吗？徐玉婷还在吗？为什么会选他？因为他跟我以前国小同学一模一样名字。啊、哦，真的？他是你的好朋友，还是你的坏朋友，还是你永生难忘的原因是什么？永生难忘的原因，好像那个女生。就是黑黑瘦瘦的，但跑很快。所以你在跑步这件事情上比较没有办法超越他。我小时候是田径队。不好意思。嗯。他田径队。对，田径队。反正我信。为什么要质疑？哦，你信的。我信的。嗯。是短跑、长跑、马拉松，还是田赛，还是竞赛什么的？那你一百公尺几秒？我忘记了，很多人都问我说，那你一百公尺几秒？這個、但我真的忘记了。自己跑多少？已经开始了，我们已经开始有人来到那个。Vido 这边在留言，但他留错了。我们是黑白。那个雨柔啊，回答答案很棒，但你错了。但我们今天可以写对的答案。雨柔啊，如果有人还在啊，在打个字啊，不然的话，因为真的也白留言的。对，好不容易在这里就跟你竞争人稍微少一点。素云啊，素云啊，你也写错了。回答两次也不错，但还是错了。对啊，就尽可能黑跟白有这么难写吗？就打个字而已。难写。对，哎哎。还没讲完那个许玉婷啊、哦嗯，对，那他现在还有联络吗？嗯，没有了。那你有想要回到过去去寻找真相，为什么他跑那么快吗？还是好无聊、哦嗯？我为什么要呼应我的未来男友，然后给他一个这么无聊的提问？你跟哥说哥怎么了？他在问你，你干嘛看我？好，问我。我觉得不是在问他跑步吗？我在问他跑步，然后我在问你为什么我要提问这么无聊的问题。我懂你，毕竟是陈雨希嘛。少在那边。我一直很担心今天就整个我们谈话的氛围是出现对，一直出现在一个你不要让建安哥这么难做人。你不要让建安哥那么难放好不好？也还好啦，过去过去。对嘛，你要挑了吗？哎，我们跟素云讲了半天，他有来改答案吗？有素颖有改了，但是素颖改完是对的啊。但是你有要选他吗？有啊，所以就是决定是他了吗？对，他第一个回答的。哦，他是第一个回答的。虽然后面还有人回答，就是素颖先。真的，所以你就决定是你了。素颖就决定是你了。好，那谢谢。好，谢谢。送一张签名啊，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哎，陈雨希刚好签好了。对，我刚才签好一个。就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东西都是没有骗人的，货真价实。希望网络上那个收看直播的朋友，就是要习惯今天节目的节奏。好，很怪是不是？不会很怪，算是建安哥访问以往最怪的节奏。我们就是比较平稳，不是我们在爵士乐里面饶舌。OK， 好，可以。这样是这个这样的概念。可以。你大概觉得你要拿多久才想放下来？快放，先放。吓死宝宝了。我们进第二段影片好了。好啊，我想看。不然在这、啊，你觉得我们会放什么？应该会放一些拍摄的花絮吧？是吗？我觉得不是。我们让他预，他有预言预知的能力。我觉得他应该没那么强啊。不是强不强的问题，我已经说了，这个是要在特定的情况下才会触发。那麻烦你现在帮我们感知一下，接下来要播的影片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我们今天一直呈现在一种很特殊的氛围里面，应该很适合您。呈现在一个很想睡觉的，可能是男女主角相遇的过程吧。刚不是就已经放了相遇的过程？那个是现实。
所以还有等一下要播的可能是跟戏有关。看你会担心你预知的这个能力受到了挑战，然后破功吗？破功就算了，嗯，人就要在错误中学习成长。嗯，回答就回答，干嘛心虚啊？我觉得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好，我们要看影片。好，然后你就是那个 pose 还是要有，他们应该会截图。三二一，请看。那什么？哎，这是花絮哦。哎，这是什么？对吗？就是说，这你演，你没有，就是准备要跳那个跳街舞 breaking 的时候。那是作业哎！天哪，那是作业的时候哎。哎，我有那天我有在旁边偷看你们哎。嗯。然后他在演什么？跟朋友什么干一杯饮料？对。然后演一个悲伤什么的心情这样子。哇，双和哥哎！哎，这你哥哎 ？Yes。啊，这永维啊。永维。在他是哎，善存。这涂善存哎，你同学，哎不是你戏外的好朋友。那时候你就第一次遇到。这是你们在。这是第一次。这是你们哎，这是你们做功课的画面。对对。很少看到哎。围在一起，角色那个。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看过。讨论那个。对。各自分享。你看这女人像不像个老师？那你看这笑得这么呆萌，所以上课不专。哎呦，这第二次。这么新的。Hey you。Hey you。哇塞。旁边那个人发型还不错，他有绑一个充电炮。谁？哦，那个是副导。副导。副导。所以他习惯。哎，你哥哎。嗯。哎，这时候我不在。你为什么不在？那天你没有上班？没有，因为那场好像都是他们的戏。对，他是后面比较，对他那一场之后才来。对，这个。哦。这就变成是我跟他的戏。这你们两个在干嘛？在试一场戏。哎，今天没有换衣服。同一天，同一天。哎，看完了。就这样。哎，没了。哎，我要现实是不是？哦。哎，就是在那个读本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吗？那时候已经知道故事的。大概整个那个安排，对，但是其实那时候没有，我们第一次读本的跟后来拿到脚本的时候，其实有很大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对，因为那时候其实它算是一个有一个雏形，但是就是很概略的东西。然后他就是导演就希望我们透过读本，就透过所有演员互相有产生不一样的火花，他再来修改这个本跟台词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哦，对，所以他也想要回到那个呼应一下现实状态当中，你大概可以进入的状态的那个可能性，有一点点，然后对，我觉得是强大，你更可以去展现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很特别，就是因为演员的，就是参与空间、创作空间很大。这对你来说应该就是一个很喜欢的状态。那对你来说会压力很大吗？你一直看起来就是，就给你什么都没关系那样子。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因为就感觉上你就刚进到这个行业里面嘛，那凡事也许那也许是一种谨慎啊，那更真实一点，就是这可能是你的谦虚跟柔软，就觉得哎，什么事情都可以被指导，也可以愿意学习这样子。对对，那在那个刚刚那个读本的过程，这是一件，天哪，我们现在比较谈心了。我觉得就是在这次拍戏的时候带给你什么样特别的感觉？因为这是第一部微剧，然后也得到很多的就是关注，甚至我们也得到文化部的补助，所以我相信在拍这戏的过程当中是很用心的，就包括在演员角色的那种建构的时候。所以张学睿有在拍戏这件事情上很严肃的。其实这部戏我觉得整个过程吧，我也用四个字，就是共同创作，这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就是不，因为以往可能会比较多的部分是来自于编剧跟导演的方向，对，然后我们演员再去想办法去诠释，就是这样的。但这部戏其实比较特别的是，不只是题材特别，另外一半还有编剧，然后导演、演员这三个部分可以共同的去找出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这部戏更好看、更有趣、更多的火花的地方，去做调整。对，所以里面有什么是那个原来没有的啊？经过你跟他们建议，对，很多有哎，很多很多是剧本上面可能会有，对，然后可是现场在对的时候就又不一样，可能是哦，我第一次，因为导演其实给我们很大的空间，这是一个重要的地方。第二个地方是导演会习惯试比较多次，对，他会习惯说试到哎，多试几次感觉对了，那可能这中间过程中又有哎又有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就可能有时候我会跟他对，比如说第一次对完，嗯，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感觉怎么样？他说还好，那我们再试一次。哎，突然就蹦出一个，哎，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就跟他讲，他说，哎，好，就可以配合，然后互相就有一个更好玩的东西就出来了。所以你们一场戏都拍很久，其实不短。应该是说读本，我们通常会先就是顺词，对。对，通常有时候可能一般来说戏可能来了，就这场要干嘛？我们就在这个景啊，我们就稍微走位啊，就这样就结束了嘛。然后设定好机器应该要在哪里啊，灯怎么打？对我们演员就没事。但是这个比较特别，是我们通常会先顺词，就是当工作人员还在 say 机器的时候，我们就会先顺词，然后导演就会先看过，就是看我们两个对话的感觉。那如果觉得他觉得好像。没不够什么东西的话，他就会修，或是怎么样怎么样，或是我们自己有一些想法的时候，我们再丢。所以有时候就会变成是，可能原本是一场戏，可能就被我们改的是很不一样的东西。但那个东西是经过大家讨论跟做一些那个测试的时候，得到了更好的状态。对啊，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其实就是说我们在拍这部那个 video 的微剧的时候的。特别的用心啊，应该这样讲，因为这是第一部那个 video 上面的戏剧、啊、完整的作品、嗯嗯嗯嗯。然后大家可能有时候对网剧啊，都听到这两个字，你知道吗？就虽然说那是一个平台的不同而已，但大家还是会想，哎、欸，那规格不一样吗？跟电视不一样吗？跟电影不一样吗？没有，用心。嗯。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其实大家，嗯，对，导演或者是所有演员，嗯，其实大家都有共识，而不会觉得说你凭什么告诉我我要怎么做，你凭什么跟我讲什么、哦对对对对，就是大家都很乐意的去接纳对方给的意见，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是觉得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些，或者是你没有资格告诉我这些，那可能在创作方面就会有一点阻碍。嗯，听你刚才讲这些话的时候，铿锵有力，你不要这样讲，没有那么讲，很难得看到你那个，我就说我是个严肃的。OK， 继续冷掉。好可爱。好不容易，我们今天气氛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进入一个那个侃侃而谈的状态。对，又再一次我们要直接一刀砍断。那我们就只好再玩一些比较幼稚无聊的那个默契大考。好，这有十个英文字母，嗯，就大家看一下，然后都看完了以后，然后你给他看一下，然后等一下把它转过去，然后我说三二一，有没有考一下默契啊？这十个字母，看你会不会选到同一个？一定不会啊！啊，谁知道啊？十分之一的机会，这样才是默契啊！好好好，好好我看好了，好，哎、啊，看好了、哦，我一开始就选好了啊，真的吗？那你选很久吗？这我乱打字的啦，没有什么特别。然后阿姆要选喽，好，那、啊、你会怕选不一样吗？不会，因为我觉得一定不一样啊！真的，这个没有什么好怕，因为不会一样。对，哦，真的吗？那选出来如果一样的话，有什么奖励吗？选出来一样才可怕。对，我也觉得。好，那你先说，如果选出来一样，我们要怎么样？我就先把这杯水给干了。才干了而已，你应该要把一罐饮料干掉吧？选出来如果一样的话，那就等一下再想好了，好因为这件事情太不可思议。对、啊、先想办法解决第一。那我要说三二一啊！三二一之后你们就一起说了。好。好。三二一 ，L， 一，二，你看吧，不一样。没有，这告诉我们你们两个是个名牌。哎，LV 耶，这样可以是不是？ Okay, 是不是？对，而且声量大 ，VL 就是声音的大小，是你们就是名牌当中声量大的。好，两个年轻的世代，听起来很贵。对、啊。所以然后我说这么多好听的话，就是说，就是如果你们两个愿意送我一个这样的牌子的包包，可以送。当我们有经济再稳定一点，不要这样说，不要。我有能力的话，我绝对没有问题。我真是觉得人生在这个地方做任何的许诺，其实都是会被留下来做验证。对，我愿意的，我愿意知道那一天很快就会到了。就看哪一天发展不错的时候，金安哥就会把这影片拿出来。哎，不用啊，金安哥，那我先去买，然后直接发票跟你报统编就好。可以啦，他可以。我们讲太多了，我们已经讲，可以啦，舒瑞哥，你知道。你看他边，然后我好紧张、哦。真的吗？你要干嘛？哎、欸，宋派利德记不记得？他很紧张，他一直觉得我们自己在玩。好，对，阿曼宋派利德，宋派利德之前要先猜，比手画脚。好。哎、欸，王导给你的哎，你的题目就是，你看一下，小心。你们两个要各比一题，然后对着镜头比，然后让大家开始在线上猜，然后猜对的人就……哇，这很难呢。哪会啊？他的很难。不会啦，你的超简单的，我刚刚都想好你怎么比了。哦，真的、哦？吗？就这样 ，OK， 好。你的比较难，为什么？就他比较简单、啊、你要用比的、欸，你要用比的啊。好，那张俊仁先来，快点，快点。不是用模仿的、哦，都可以啊 ，fine， 都可以，任何一种形式。你要怎么模仿？我们现在张俊仁要，哎，对哪个这一集吗？
但是要比手画脚，让网络上的朋友猜，看直播的人猜，然后猜对了就送那个照片，没什么好送的就送照片，可以吗？可以。好，张学来准备了。张学的题目有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可以发出声音吗？对啊。随便你啊，就是我们为了可是发出声音应该就会很好猜了。我们如果要让人家猜不对，我们今天是要播到十二点吗？好，对不起，好，你发出声音好了。你很久没有发出这个声音了。突然要发出，好奇怪啊！为什么？你要再酝酿一下吗？好。没有人表演这么尴尬的啦，你知道演员就是不可以尴尬。对啊，你不要担心这，你要完全放开啦，你不要管他啦。没有，我是怕吵到大家上。你没有关系，他们就是我们就用那声音。没有，其实我真的只要呜两秒，大家就看得出来了。不用，你就快点大声一点。对啊，真的有人看出来。真的吗？但我们要那个啊，大胆一点啦，好玩一点啦。今天终于有个点。放开来啊！没办法，我现在已经不是。好，那你就不是什么？我已经下山了，你知道？知道，那你穿越时空回去一下。对啊。就呼应一下，在跟我拍戏中间还没秘密吗？对啊。你们已经把答案全部讲出来了。我们没有，没有啊，你要讲啊。好了，快。真是好嗨哦！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抱着一个看笑话的那个感觉而已，对不对？那没有，他是说怎么可以有人真的叫得这么的真实？对，我觉得很棒，可以。可以吗？可以，很棒。很棒。然后大家开始准备猜，然后等一下那个轩瑞选答案，等一下轩瑞用那一台选，对对对，选第一个吗？这台选。哇，这边大家都疯狂涌进来留言了。好，现在要让那个张轩瑞选的先到那个，等一下再告诉大家。好，来，陈雨欣的题目有。六个字哎，六个字，我倒想看看你怎么表现。好，好好好，陈雨欣，然后对着镜。好，第一个字。六个字，哇，他一个字一个字来耶，他好用心哦。第一个字是这样子。一二，前面两个字好了。哦。第三个字。后面两个字。中间，哎，中间两个字。他在干嘛？最后两个字。这样应该很明显吧？其实你六个字都比这个动作就好啦。哎，你第一个字比一下。这样子啊？哦，我可知我知道了。对啊。啊，真的？那你说他。然后看远方。是六个字吧？六个字啊。六个字啊。我的放空轩瑞。好烂哦，超烂。你自己。我们送。对啊。我们先那个。你看这样子。好好说话。我们先那个让大家，有人在猜吗？有啊，有人猜。好，好了，大家请那个疯狂在两边留言，欢迎到那个三立新闻网跟也到那个 Vido 的那个专页上留言。待会再告诉大家那个奖品要从哪一台选出来。哎，接下来真的你要期待的一个画面要出现了。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问那么多事？真的吗？真的。我拜托，我真的很想看哎。我们今天就是为了要让大家知道说，安安大明星其实没有要唬烂别人来着，我们要让大家看到这是。首度曝光，还没有在专业上出现的，拍了这么久，我们第一次的预告片，真的是认真的预告片。认真的预告片，你有看过不认真的预告片？三十秒是一个大首播。好，好，你们拍了这么久都还没看到？对啊，真的没有看到。重点是，很期待。怎么样？我还没有选答案，看完了再选。好，给他们多一点时间。好，然后你要说看影片。好，大首播，请看。哦，这是你拍的那个。回到过去，是你有拍。事情真的能改变吗？我想，或许改变也不会更好。把握当下才是最美好。最美。哎，至少你第一次看到啊。对啊。对。有一点情绪哈，好像还不错。而且我从他眼神看到"放空"两个字。不是，我是只要想到，那种感觉就是闷。闷，就你今天来的主题啊。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呼应那个戏的主题。哦。就不知道为什么看到那个男宫女的角色就会觉得闷。真的吗？那先选那个好了，你先选
陈雨欣，你先在这里选，好，有没有答案？你刚刚的题目是，你直接先说答案，说完了选一个。我的答案是我先说吗？对，你先说。我的未来男友。应该有人猜对啦，所以我才让你说的。对，很多人都猜对了。那你赶快选一个。要选一个哦。妈，不然要选两个、哦。哎、欸，是选一个吧？选一个吗？对啊。我们今天一直呈现在一种那个。好，那就那个啦 ，Alice。哦，你选好了、哦？选好了、啊。Alex， 他有全名吧 ？Alice Lee。Alex， 爱丽丝里。哦，爱丽丝不是艾利克斯，爱丽丝，爱丽丝里。爱丽丝，好好好。那你刚刚比的是狗王子吗？狗王子。狼啊，好啦。狗王子，好啦，我们来看一下谁有狗王子。不耐烦。Karen Wong。哦。Karen Wong。凯伦王。凯伦王。凯伦王。对，你选好了就对了。对，你的大头贴是这样的。哦，你在模仿他哎，他应该很开心哎，他整个人生现在在今天不但被你选到，还被你模仿了一个他，那你再选一个，再选一个，不用了，就你要再选哦，要再选一个，他再选一个吗？好了，给你选啦，你都说了，我就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就选啦，反正相片就是要送人家的。对了，好，那我随便滑。哦，有滑到是选男王子的吗？黄玉婷。啊、哦，黄玉婷。对，都是玉婷加码。黄玉婷的黄，黄玉婷的玉，黄玉婷的。好，很冷，谢谢。对，感恩哦。好。好，那你要再选一个啊。我也要选一个吗？那我也用滑了。好。不够，等一下再去拍就好，反正人都还在，什么事都可以做。哎、欸，丽文。丽文。就两个字。就叫丽文吗？就叫丽文。她姓丽，叫做文。对。哪个丽？哪个文？美丽的丽。宇文文哦，宇文文好，丽文丽文好，丽文丽文，我们就认真的那个选了这些东西，然后呢选这些东西，选了这些朋友，都你啦，害我今天讲话颠三倒四。我只是刚签完上来，为什么什么也没有啦？就今天就开心啊，就因为我的未来男友就是即将要跟大家见面了。对，然后那个接下来就是在哪个平台可以看到我们这部微剧 ？Vido，Vido， 嗯，6月15号嘛 ，Yes， 这是一件很让人期待的事情，兴奋。这是继那个蓝王子之后，你一个狼，狼王，狼，我懂我懂，狼王子之后的您的一部作品，对，然后这是继你那个什么，哎，打篮球吗 ？HiFi， 哦，真的打完篮球之后来当那个。来当那个，那里面最激烈的画面是什么？跑步吗？不断的跑步吗？还是我们里面最激烈？你本人的，我本人哦，对，还是哭到什么不能自已的，对啊，还是怎么样？有哭，哭到一个不行。真的吗？哭到抽筋，哭到大喊。哦，哭到大喊吗？所以这里面最激烈的一条、啊，哭到瘫软。其实就是简单说就是崩溃。哦，谢谢你帮他做的诠释。对、okay, ，没关系，不用客气。那你本人在里面最裸露的尺度到？没有，就是、哦、都穿好，嗯，你就知道要追查这个真相已经很紧急，我没有时间脱衣服，你知道吗？我是以为追查很紧急，没有时间穿衣服，我是以这个逻辑去问你的，就可能常常在就是睡梦当中惊醒，然后就跑出去了，一时之间也忘了自己身上到底穿的什么。我觉得出于对路人的礼貌，还是要穿衣服。怎么都就是封街嘛，整个都进。没有，如果是狼王子的话，可能就可以，就合理。所以他们比较希望狼王子去追查真相，其实。某些状态里面，像那也可以，先可以了。在那边告诉我们说，小编会再重分啊。对耶，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就是做一个新的那个赠品，赠品的呼吁。我们常常是大家都在那边看了，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分享，希望大明星都更多人可以知道。所以接下来就是还有两张照片，你们的签名照嘛，对不对？我们会从那个大家那个分享的那个要怎么讲？就是反正你按分享，按分享可以那个。对，但从分享的那个对这些名单里面去挑两个人，好不好？好。从新闻网分享的挑一个，从 Vido 分享的挑一个，所以你两边都可以去分享，然后就可以在两边都可以得到被抽奖的机会。嗯。两位在那个戏里面就是最，今天好重要事情。什么重要事情？听说他是一个高手啊，这不好说，不好说，这是小事，小事，对，小事。两位那个未来在戏中最亲密的镜头大概到怎样？最亲密的镜头吗？偷偷透露一下啦，反正现在都用说的，他们都不会知道。我们刚刚30秒预告也没看到什么，大概就是这样，就看你们走来走去的样，然后大概最亲密的镜头就是情侣会做，真的无聊，好。
不是就这个意思吗？我们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好。好。这件事情很重要，这是这个节目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要干嘛？这不是，这是一张纸，对，空白的。我们的制作人今天给你们设定的题目是，请你们要在那个安安大明星上留下一段话，主题是梦想是什么。梦想是什么？好深奥啊！没有，应该是很有趣。我们制作人是一个文青来着，可以。他喜欢，然后写一句话，简简单单的，然后最后再签一个名字。他喜欢做这种收藏。哦，好啊，好啊。所以我要先写题目，梦想是什么？不用不用，你只要写你的梦想是梦想是什么，不用再写了。比方梦想是每天吃一个苹果，类似啦。那我就说为什么，你就只要可以合理化这件事就好。用你的无限创意，每天嗷呜一声这样子，因为你想要人生一直像狼王子这么样的坚韧，或是什么这样子，又忽然有点难。我觉得写简单一点。当然当然，就我没有，我只是故意讲一些比较难的，我知道没有要你逼你做这种困难的事情，我怕陈宇熙写太难。他文青嘛，我知道啊，就今天我怕我写太长。那就写啊，我们可以写到十二点。你要写简单、简洁、有力就好。没关系，我们没关系，我们都可以。你不要听他的。好。因为这是你在这里留下来的一个特别的记录。好。然后这个东西，制作人会好好的把它珍藏起来。好。他想要每一个艺人都来，这是一个要励志的那个鼓励大家。那我要写一下梦想是。我的梦想。就写梦想是什么？梦想是什么？你怎么看待梦想这件事情？怎么看待梦想？我的梦想是什么？还是梦想这两个字是什么？梦想是什么？梦想是一个我要努力去达成的真实的什么什么，或是这样讲，对吧？对，是这个。哇，你字很美耶，很美吗？还不错，真的吗？好，谢谢。因为一般都只看到签名啊。那我不想写字，没关系啦。我们就是想要在这个状态当中知道你的本人的字到底怎么样，这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知道你的字就是有一种萌萌的可爱。而且你在写字的表情很适合拍照，哎，那个他现在萌萌可爱写字的状态，欢迎记者把他拍下来。哦，哦，对对对对对，梦想就是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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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啊！你要送手机过来，对不对？你说来呀，我们这节目不是请大家欢迎入境的吗？傻眼傻眼，是是。等一下还要自拍耶，天哪，文青已经正比疾书耶，超级简单，还不错啊。为什么？那你要签名，最后要落款，要写价格吗？价格是竞标的，没有人自己在标自己作品的价格。张大千也没有标价，画就这样留下来了。今天十七啊，哦，要写日期啊，十七吗？还是十六？今天十六吧，十六，今天十六，天，我们过得寒尽不知年呢，欸，真是的。没有，毕竟你常在穿越时空啊，才刚回来，而且今天又记者会。你先好了啦，陈雨希，让大家看一下陈雨希美丽的字。有没有梦想是？梦想是，好好面对自己要的，不后悔选择的。哎呦，吼。这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告诉自己的，还是是今天突然想到的？一直都这样告诉自己，因为我很讨厌后悔，就是所以如果我选择了，我就不会后悔，我就会在我的选择里面就完成我自己要做的事情，就算选择可能没有觉得哎，好像别的另外一个选择可能会更好，但我都会让我自己的选择是变得好。但你在做选择那个当下会经过三思，还是说其实是义无反顾，还是就有时候会。太冲动，所以就要为自己的冲动负责。哦，那你有选完后悔过的吗？目前没有，因为我觉得就算后悔，你都会在这个里面找到你觉得哎是很好的，就是要逆转胜的概念。对，听你这么一说，感触良多啊。然后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建恒哥也是很会帮你把话接下来，很棒，是这种概念。对，是这种概念，让你的梦想这件事情就看起来更强大了。对，所以陈雨希就是告诉你说，有梦想就是。勇敢的去，对，勇敢的决定，对，我就要这样做了，然后抓住它。所以张天岳说，梦想就是很简单。有梦，请问这个圈住是写错字吗？
话太长了。OK， 画太长，画太长，一个咖啡豆的概念。对他没有，他喜欢在字里面加一些图案。没有，我想要替我这简单的四个字，你说，加个注解。好，然后是我最近从徐玉婷老师那边读到的。哦，好，你说。就是有些是想着想着就放弃了，但有些是做着做着就成功了。嗯。代表说不要光用想，要实践的去做。嗯。前提是要有梦敢想。那你现在有想什么梦？就是，莫忘初衷吧，不要忘，永远都不要。那哪是梦啊？莫忘初衷哪是一个梦？莫忘初衷是一个坚定的意志。没有，我要解释。哦，好，你说。就是希望不管到未来走到什么样，我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肯定。嗯。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不是梦啊，这是一个实践那个内心。是梦啊。这哪是梦？你得到大家肯定这件事情已然成为某一种事实，它已经不是梦了。嗯，梦应该是你要得个什么？没有，是我有这个梦，然后我现在正在去努力的时间。哦、我的梦其实没有很远，就是虽然说梦是真的是有点像是那种，天马行空，但我会比较放比较没有那么远。哦，不会啦，就因为其实我觉得得到所有人的肯定听起来不难，但其实真的做起来这个过程会是。很辛苦，是，对啊，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虽然我们在旁边看都觉得，哎，你有这个本事，对啊，可是你自己有比较谦虚啦，可以啊，可以啦。今天在这种氛围当中，作为那个直播的结束，还可以吗？可以，挺好的，挺好的。但是还是要宣传一下我的未来男友，然后在宣传过程当中，一边讲话就一边自拍。我们这里需要留下三张自拍。那个，要特意去外面啊，就你们两个自己来，然后他拿，就都可以。可是我不会拍。可以。你要一边自拍，然后一边帮，就是还要一边注意节目在进行当中，不能就这样空下来这样子。好。啊，你们要讲话啊。好，我的未来男友会在。等一下。你边忙我边讲话。对啊，好，不冲突哎。我的未来男友会在6月15号播出。在。Video， 你要看那个啊？啊，我要看哪里？我要看相机。就是你要拍三张自拍，现在是随便你，但是可以拍三张有创意一点的吗？重点是我的光在这边。好，可以。这边。好，那先拍一张和谐的，一。好，拍一张冷战的来。好，拍一张装傻的。装傻。怎么样？超傻，他真的蛮傻的。这不是他的强项吗？我看一下有没有糊掉。哎呦，你比较厉害啦。他可以啊。可是你赢啊。装傻这件事情最后是偷偷秀给大家看一下。这偶像包袱的装傻哪有什么？最好是给他们看。这三张会那个在我们的那个三立新闻网，然后作为那个图像集，然后送给大家。好的，最后那个节目要结束了，直播到这个地方，然后再次请大家准时锁定那个 Vido 上架。我的未来男友6月15号。对，6月15号，我的未来男友将会在 Vido 独家首播。嗯，请大家。然后请大家继续准时锁定。到时候要准时锁定。到时候准时。然后请大家现在那个不断的加入那个。我的未来男友的对，要去我的未来男友的粉丝专业，对，然后记得分享那个三立新闻网跟 Vido 新闻网，今天要分享，就到时候就会收两张，等一下还会送礼物，然后以后都要多多持续关注粉丝专业的消息，对，我们会随时告诉大家有最新的活动，好吧？好，谢谢，谢谢张旭瑞，谢谢陈雨希，谢谢大家收看，谢谢嘉恩哥，谢谢大家，安安，拜拜，拜拜，下次见。好像没有带到。有，你看现在我们还要跑片尾。我有片尾要放什么歌吗？就是你可以唱歌，梦想就是有歌就唱。好，来唱，来唱一首。一二三，我不会再上你们的当。东西啊 ，Red Rap 是不是？一下叫我当大火狗，一下要我。今天进去讲，总有一些。对啊，你知道我刚才一直看你后面，就是因为我看那那个谁又上了，谁又上？什么周杰伦？刚刚后面那个。对啊，跑马灯在那边跑，然后我就忍不住看一下。能不能专注一点 ？I'm sorry。没有，因为那时候你在讲话，我想说，那我那更重要，我在讲话，你应该要听吧。因为你在讲话，想说那我顺便看一下现在什么我讲的入围怎么样？还不错。但是你看到这个，就是有点那个小底雷，就感觉还不错哎。对。那现在就是我们就是做了一个非常用心的那个。嗯。哎，谢谢你们今天来哎。不会。不会。等一下去打球。你也要去吗？就我们那个啦啦队。你应该被撞飞啊！我当然不打，他要打。对啊，我想说如果你去，一定被撞飞。我怎么可能打球？对啊。所以自己结束。